年有没有什么擅长玩的游戏啊？我们俩童年不在一块儿，我觉得。对。哦，各自啊，擅长玩的游戏啊，我童年什么游戏都不擅长。就非常给团队大脑极其发达，四肢极其弱鸡，是吧？对对，主要是那个我主要是那个被人保护的那个那知识分子，我是还是上期，哥醒醒，下一期了，话太多，下一期了，哥您醒醒吧，我不行，玩游戏不行，分波的时候我老是被别人就嫌弃的那个，小时候真是就被所有波嫌弃的，因为拖后腿，嗯，四肢有点不太协调。还行，大脑很发达，小脑一般。嗯，还行，我们老摔跟头嘛，上回掉井里也是因为这个。我记得这么，我觉着哈，严老的运动能力应该是头重脚轻。嗯，他那个腿跟不上自己的身子。就那首歌嘛。啊，怎么说？我跟不上，跟不上腿，我跟不上溜。你说难受不难受？你说难受不难受？哎哎，他运动能力没问题，小妹儿。一看就是身轻如燕。对，我小脑还行，还行。你小时候参加过什么运动特长队啊？我小时候那个，越级村举办的运动会，我没事我就老参加，没事就参加，对，因为没事就组织，哦，没事儿才参加，就是有事儿时候也不让你来，因为村里人都不爱参加。不是这个老组织，老组织运动会，挺好挺好，应该运动运动。我们这个人进中年，我们那会儿还有扳倒浮起，就是，您知道什么叫扳倒浮起？我不知道什么叫扳倒浮起。跑60米里边有两个砖头，一个砖头是立着的，一个砖头是躺着的，然后你跑到第一个砖头的时候，把它摆立起来，然后第二个砖头把它，第一个砖头立着嘛，把它弄倒，第二个砖头把它立起来，哦。这我没玩过，我小时候还跟女生玩过跳皮筋儿跟跳房子呢。跳皮筋儿我也擅长。你也来过是吗？啊，哎呦，我小时候因为我周边，我因为我们家邻居左右邻居就是再往左右都是女孩跳皮筋儿的，都是女孩啊。所以说我小时候，那你够幸福的，邻居什么都是女孩啊？可不是，我们小时候玩的都可非常开心。你小时候穿没穿过女孩的衣服？穿过，我也穿过，是吧？这都穿过，你肯定捡你姐的穿。没想到你这，我真穿过，真穿过，我也捡我姐的穿，那时候都是，嗯。我小时候穿，我也没穿过裙子，就是小时候穿那个叫灯笼裤，女生叫灯笼裤，就其实那时候就觉得特傻，现在觉得你说那玻璃球的也不值钱，那时候拿那个当命似的，谁要赢点那个感觉了不得了。你知道我有多大？多大一个大盒，这么大大盒，这么深，全是玻璃球的，就是那个你吃过那个罐装的那个饼干吗？哦，饼干红啊，就铁的那个，铁皮的那个，这么四方的那个，一桶。而且那个玻璃球，你们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，就是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不如那个里边带花的那个金贵。不，我们是花瓣的，是很普通的。哦，我们就是里边什么都没有的，反而贵。什么都没有的，外边有反荧光的，有反黄光的，哦，我们叫火炮的跟水炮的，哦，还有反金光的是最什么的，对，那叫火炮。哦，火炮，对对对对，我们也是那种。后来也不知道，还有那包括他说拍洋画那也是，现在也不知道就拿那个当那么金贵，赢那么一堆破纸片子，感觉跟倍儿老值钱似的。然后现在你有没有感觉当时那洋画上画那画都倍儿水，小时候觉得倍儿美，对对对，那个画的倍儿好啊。而且它那个颜色有时候都差，都差着画的贼嘎刺，就是俩印不上，对，底印和重影印，它重影。你看我现在那时候觉得有，觉得哪个都是世界名著那洋画。哦，刚才你还说玩什么来着？哦，捉迷藏，横门门，捉迷藏我还被人阴过呢，他们采访我。就是大家结束了没告诉我，我们躲到半夜，就是都回家了。晚，到半夜，对，我真躲到半夜，真实在。对，我就觉得那没找着不能出来啊。也是您藏太好了，家大人都没找着你。对，也是。哎呦，现在的孩子真是天壤之别，跟咱们那时候比，简直。那可不，玩的东西太多了，玩的东西太多喽。喜羊羊懒羊羊会，你觉得是现在的孩子童年有意思，还是你们小时候有意思？我觉得我的童年太有意思了。
对，我觉得各有各，像他们那种亲近大自然的那些，你现在可能是你花钱家长都买不来那种生活，你又哪让你捞鱼捞虾去，那水都不干净有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小的时候童年非常快乐，家庭特别幸福，就是怎么说，我就觉得我的童年没有灰过，就是全是非常都是阳光的。所以他说的特别对，其实你说无法衡量哪个时代的童年幸福，永远有一个幸福感，对，只有你在当下的时候你感受到他是幸福的，他就是幸福的，跟你玩什么其实不重要，对对，而且一个好的童年会给人的性格造成很大的变化，非常重要非常重要。